让你很难堪了。是我罪有应得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你和子枫的事情我最清楚了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一定会保护你，替你说话的。可是你跟你妈咪还是会介意的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不管别人怎么想都不重要。爸说的对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事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放弃呢？我不想你为了我和你家人闹得不愉快。过去的事就应该让它过去啊。我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不可以轻易的放弃，我们一定会结婚的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姑姑接受你的。